爽快，局气，讲义气。把非打算的话给自己的北京话水平打几分？58。看到张青庄微博下的彩虹旗，内心的想法是？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想解锁的新技能或领域是什么？唱跳。片场待机无聊怎么打发时间？我片场没有无聊的时候。小龙虾减肥法是你的真实状态吗？是的。那你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？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。你最希望有哪种才华？饱腹诗书。你最恐惧的是什么？谎话。如果可以隐身一个小时，你最想做什么？去参加相亲节目。如果能回到从前，你会选择回到哪一瞬间？过去的哪一年都不想回去。